直接闪现带走。算了，交了就算了。两刀直接。那边被救了，但不过问题不大。那边被救了，问题不大。哎，你跟我装什么呢？你装什么呢？杀！啊！走，去你们最喜欢的地下室可好呀？还有薄命，有薄命可还行，但没有什么用。哎，为什么邮差可以用技能啊？邮差为什么可以用技能？哦，这是大副，不好意思，我错了。这个人在这儿偷电机呢。啊，看到你了，你跑呀，你跑呀，走。哦，哎，再见。这被我砍死了就有点尴尬。